And you're already dead. And it's destroyed. Good. Level 40. Oh,
是河水，泗水的河水朝这边淹过来了。沂水也是，他们准是决堤放水了。不好！怎么办？到外面去！胡说！到外面还不是更上敌军？到高处去，快点！ Get on the high ground！ 不行了，城门撑不住了！They all gonna get real wet now. 国家将军，这一侧的水门已被破坏。聪明极啊！这样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吧。是水，水冲进城内了。居然用水攻这种无序的手段，上城墙，射杀外面的敌人。啊，是水！我没想到会有水攻，必须尽快重整各支部队。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表现非凡啊，曹操大人。拜托，你分给我一些战果吧。好了，这里进展顺利，与曹操大人会合吧。好，城内。城内已经有敌人进来了，吕布大人，用计策来击退敌军吧。击退这些小卒根本不需要策略，射出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 That won't simply do. 建功，你 really kind of pick the wrong side。可否请你做我陈公台的对手？敢挡在我的面前，好胆量！伏击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这下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，只想消散于一面之缘。Yeah, what did you say with Lu Bu then? 真是表现非凡啊，曹操大人。拜托，你分给我一些战果。哎呀！放开我！这些无名小卒，竟敢捆住我吕奉先，饶不了你们！真是厉害啊，孟德，不愧是要称霸之人。只知依赖自身武艺，轻视智谋策略。吕布，你便是因此而落败。Sadly, yeah. My.
has just minus an amount to win a war in battle. So yeah. So that should do the trick.凭借一身武艺横冲直撞是赢不过的。那么，把你说的那个军略和我的武艺联合起来，怎么样？哦，你有意投靠在我的帐下。曹操大人，吕布的本性是野兽，其武艺固然可信，却不要被他迷惑。 再见吧，吕布。带着你最强的武艺，死在这下邳城吧。曹操大人，感谢您此次。 出手相助，我不过是借此良机征讨吕布罢了，你无需向我道谢。即便如此，恩情仍然是恩情，实在是感激不尽。关羽，我有话要说。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军的将领。你一身武艺不逊于鬼神吕布，用来辅佐我如何？你过誉了，真是不敢当。不过，我的武艺只与兄长刘玄德同在，请恕我拒绝您的邀请。在刘备麾下，根本无法。 施展你的大才，无论别人作何感想，我都会协助兄长，请您见谅。That is decided, huh? 孟德，不要对关羽如此执着了，他无法与我们共处。不，也不能那样轻易放弃吧。 即使时间短暂，我们也应该利用那份力量。哦，曹操大人，袁绍很快就会消灭公孙瓒，这样一来，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再还能利用刘备，准确的说，是还能利用关羽和张飞之使歼灭袁术。国家所言极是，华北征战已近尾声，当前急务是掌控中原，必须用尽一切手段，为与袁绍决战做好准备。Turn to shoot you. Okay.